我终于找到艾米后背起癣的原因了。凶手其实就是我的妈妈。我要自辩一下。主要是这个家伙他有一点怪毛病。睡觉的时候喜欢挠痒痒，对不对？对、但是你挠的贼拉起劲，挠着挠着还上脚了。导致我一辈子脚气。你还好意思说一挠就是俩小时，谁不累啊？啊，他每天就是这样，那让我这样给他挠挠挠挠挠挠烦了，我就直接就这样上脚了。来，这回你应该就长记性了，下次不让我挠了吧。还让你来。你是猪啊，记吃不记打。昨天我还一直错怪拿铁了，拿铁、我妈一喊看你也兴奋。对不起啊，昨天冤枉你了是吗？啊。好，握握手握握手。哎呀，真听话。就是个垫背的。你垫什么背啊？我跟你讲，不光是我脚的原因，还有就是评论区粉丝朋友说你那泥儿有很大的问题，里面都有硼砂，然后都是不合格有毒的。有合格证的，然后他还是使用环保的那种色素还有树脂。明显的有硼砂还要玩。但是他已经成为我的乐趣了呀，必须玩。这一点爱好我就不剥夺了，但是你要记得汪兰一定要洗手啊。好，因为他所有的零花钱全部都花在这个泥上。妈妈干嘛？你之前还借了我300说还我305的，说不是下个月还吗？为了借你这300块钱，我都快被评论区人骂死了。为了今天拼名分呢，我把我所有的家当都给你了，这里面有330多块钱。嗯，不错，我信任你。那30块钱我就先不要了，你给我买几样东西。你也要买啥？网购。待会你把手机给我，我来自己选。那要买啥？哎呀，我自己看看。30块钱应该能网购很多东西吧。我要给我们家小鱼们多增加一点小伙伴。鱼缸都快撑炸了，实在不行我再买个缸，买个20的。完了，我刚才不小心下单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买了啥？我买了一个绿角小恐龙，然后配了那个小鱼粮，下面还买了3条粉红沙，家里又要多5条。嘿，到时候再换个大一点的缸。又要花钱啊？花我自己的钱。买都买了，只能到时候回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啊。妈妈，你今天太有格局了，我必须给你磕一个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妈妈，你的好大啊，就给你磕一个。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去吧。好，大家一定要给我妈妈点点小爱心啊。那我们暂时明天结束，我们明天见吧。嗯。